应该这么说，我觉得十二星座都有可能，但是如果讲到社群的话，固定宫位的金牛、狮子、天蝎、水瓶，你要具备这四个星座的特质，那么你就可以成为社群创作者。跟金牛有关的部分呢，就代表品味啊，或者是某一种自我的个性。所以你的个性就算很独特，可能让你在一些人际关系上不见得很吃香，可是天下何愁没有知音呢？可能你的某一种独特的看人看事，或独特的做事情的方法，可能社群上就会蛮吃你这一套的。那么狮子座跟才华跟创作力有关系，所以你有没有创作的欲望，或者是你有没有哪一项才华你觉得蛮被埋没的，把自己的才华才能拿出来让大家来欣赏，就好像街头表演是一样的，掌声多寡完全凭实力来证明啊。那跟天蝎座有关的部分呢，就是魅力了。所以有些人真的很奇怪，他可能在生活当中不见得很有魅力，可是他在社群平台上就非常的有号召力，跟非常的有魅力跟影响力。所以当你发现你有这种特质，你也非常的适合。那再来就是水瓶了。那水瓶星座代表风向，也就是说你是属于一个很喜欢跟着流行话题，或者是你能够侦测别人的需要，不知道为什么你跟人家线上沟通你就很能够进入状况。你如果有这种 sense， 你有这种特质，你也会非常适合做社群的创作者。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粉丝数量咯，这绝对是一个影响力哦，不管他是为了黑你而来还是为了捧你而来。所以有很多人说哎，黑粉我也很欢迎的原因在这里，因为不管是黑还是白，他们都愿意把关注跟时间花在你的身上。我觉得当你经营了一个平台之后，开始有人想加入你，或开始有人想跟你合作，这也是影响力的证明。我是从脸书直播起家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的设备非常的简陋，我就是一只手机啊，我拿着手机我就可以讲，在我身上我觉得讲的内容比较重要吧。事实上做就是了，社群上的很多事情非常的直觉，准备好不一定成功，反而你抓住了某一个 timing， 你抓住了某一个话题，然后它就会像个有机体一样自己繁衍变化，你能够跟着一起变化才是王道。